小朋友们好，俺光头强从今天开始做好事了，俺要帮人们打扫卫生，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哦，哈哈哈。看，这就是俺的清洁车了，小朋友们跟俺一起去打扫卫生吧。清洁车又叫环卫车。哎呀，这是谁丢的垃圾，真是不讲卫生，哎呀，赶快把它装进车车里。打开车厢，垃圾扔进去。盖上盖子，哈哈，俺光头强终于做好事啦！光头强太开心了，一不小心撞到了树上，大树倒了，车车也翻了，车车一眨眼变得七零八落。啊！为什么想做点好事都那么难呢？俺不能放弃，俺要赶快把车车修好，继续加油。小朋友们有会修车车的吗？快来帮忙了。这是车厢，装上去拧紧螺丝，好了，加湿式，好，就差四个轮子了，啊，太简单了。检查轮子，诶，可以转动的哦。用螺丝刀拧紧，还差两个轮子。哈，就差一个啦。转呀转，转呀转，转呀转，一，好了，已经非常的紧哦，啊，修好了。我们再检查检查，哈哈，非常成功哦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喽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